咁嗱，我自己特別中意咧，就係佢嘅咧啲裝啦，裝埋佢可以反覆去用。咁基本上其實每日都可以用。我哋點解要用呢隻產品咧？係因為每日都化妝，落妝落完妝都好啦，第二日可能三四日後咧就唔好上妝，特別係啲 T 字位同埋啲鼻面啲毛。咁但係用咗佢咧，佢的而且確係幫我咧平衡咗呢啲毛啊、幼紋啊、啲黑頭仔、粉刺底方。咁上妝咧就明顯地呢啲位光滑咗。